第二发我们要玩花式的，从平行的啊，这个不要学，这个很危险哦。让叔叔来教啊，然后这个看紧呢，这个有后坐力，然后后坐力的话，来一条破死的，看，后来后坐力放着这个当它的后盾，靠背往后啊，你来去把特写啊，哦这样子，哎、欸、我看嘛，隐性已经平了，九连发仔细算刚好九发，哦对嘞，而且嘛不要太重哦。好，叔叔要开始了，不要学哦。这个名叫做叔叔哦。暂停，来哦。你叔叔下面暂停，叔叔要往出水。第四脚，怎么等高华爱生喝水哦？很危险哦，我带来个固定镜头嘞哦。哦呦，注意注意。哇！够刺激的啦！哈哈哈！哦，哦，又躲在边了，掉你！哎呦，你叔叔想要暂停，叔叔要换姿势。第四脚，怎么等高华爱生喝水哦？很危险哦，我带来个固定镜头嘞哦。哦呦，注意注意！刺激的啦！有那袂输个炮兵团呢！哎呦，躲在边啦！廖你，廖，确定哦？哦，不要学！哎，同学真的不要学哦！阿姨不要歪啦！他后来炸到后面，他猫下去啦！有听见就到底搞迄落？因为炸者歪，所以变成想当了苦伊啊！战成再玩一次，说完一次。